家好，欧洲杯又到了，不熬夜追几场，小伙伴们聊天啊，你都插不上话。但是呢，看球一时爽，瞌睡没法挡。今天呢，就给大家安利两款提高睡眠质量的 APP， 让大家在熬夜过后快速回血。第一款 APP 名叫 Pazzis。Pazzis 辅助睡眠方式呢，是类似催眠，用磁性的人声旁白帮你缓解焦虑，慢慢达到身心放松的状态，从而呢可以更好的入睡。Pazzis 分为 Power Nap 和 Sleep 两种模式。Power Nap 针对较短时间内的放松，适合午休。那 Sleep 模式就可以帮助你在一天忙碌过后快速入睡，并且呢达到深度睡眠。我们大家都知道，困了就睡，睡够了再熬，只会越睡越累。这时候呢，就需要调整睡眠习惯。Sleep Furnace 正是个好助手。导演，你下次要是再不翻译成中文，我就不演了。Sleep Furnace 同样是用音频的形式来辅助睡眠，和 Pazzis 不同的是，它不是让你听着音频入睡，而是通过音频指导让你的身体在对的时间做对的事情，从而潜移默化地调整你的生物钟。 Sleep Furnace 分为 Going to Sleep、 Waking Up、 Can Sleep 和 Daytime 四个模式，在一天当中的不同时间段选择不同的模式，就可以让你白天不瞌睡，晚上睡得香。友情提示，这两款 APP 暂时是没有汉化版，都是全英文的。如果你的英语和我一样差的话，呵呵，我相信你会睡得更快，相信我。这两款 APP 现在呢是免费下载的，需要的小伙伴们收好不谢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球赛虽好看，也不要耽误学习和工作。下期再见，拜拜。